年吼，啊，表哥恁安排一首《佳慧二姐》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啊，你刚拄着我，尽量主动先讲一下调了。好开心。奇怪，人想要唱一下，拢无法度唱的。你听到会使老师讲干一条？无，我唔知你的调这么高的。啊，这样啊，还好啊。你唔是讲身高高，你的调嘛这么高的呢？哇，真正讲人拢高的呢，真的呢。啊，我今仔日我想讲吼，连山一直做。做个爱脚底有一点仔疼，现在穿一下较舒服。啊，你较舒服。我看了恁三个，我穿到后背高点。小哥，今仔来啦，我遮寒。对啊，为什么？我嘛唔知呢。吊工的号啦。我咧普通时穿咧短单，袂人拄着拢爱一闲啊，有无？我就感觉哎呦。啊，你今仔无看名单吗？我来到遮知啦。哦哦，歹势歹势啊。对，我来到遮才知影名单。是是是。我知恁即拍的要来无？对啊，我来穿咧踩高跷的。踩高。对啊对啊。哇，真正在你的边我变娇小玲珑。啊妈，安尼才高姿呀。对，我从来没有那个感觉。对呀。真正袂歹吼，有时候我觉得娇小也很可爱啊。对呀。对对，跟他干小分三巨人，三巨人真的，哎，大家身高都非常标准。对呀。真正拢 model 的。舞台上才要漂亮。model 的体格啦。是啊是啊。对对，今日你吼都互恁展现啊。哈。所以我今日就是配角。配角。哎，我爱穿安尼，我较溜俩。系啦，爱溜俩。我才个。我敢会敢较活泼啦，可以啊可以啊，哎，啊无我穿在关在内面，我会敢过来听，你知无？我当者我就讲哦，当者我就搁听安尼哦，然后我感觉迄无合我的个性，哎，我就穿这种安尼比较舒服。对啦对啦，我尽量衬托啦，哎呀哈，特别是主角，我懂边啊。哎，即马做生意足忝的，你知无？还佫跋布，还佫合音呢。是啊，啊，你佮佮撮小姐。对啊，那咱即马当时改啊，已经改真久。对啊，那本来刚刚开，那阵主要开始做生意了，那阵大家拢爱输你。对啊，对啊，对啊。为什么？不知道。挂你海边啊，关足快的。对啊，唔免当讲管啊，好不？对啊，我输你就有足讲话就好啊。对啊，对啊。对啊，不要少讲话就好。嘛无这搞讲话啦，自己出来骗食骗食，对啦，安尼有一笔功夫就最厉害啊！嘛无安尼纯安尼啊，安尼就最厉害啊！纯一笔功夫会当维生尔，哎，无更加认真经营哦，都包起来扛啊，你知影？对啊，你这舞台就做很实的，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拢爱精挑细选，拢爱幼气的，该当做歌手呢。是啊，我们就想讲，我们过来要改道啊，要改啥？做歌手啊，做歌手。对啊，啊你无听阮这下面属于啷个？哎，我即摆过来，迄落幼教做书面，啊，黄文杰做歌手，真的呢，很想呢，很想，哎，做书面了，换一下，对，我跟他做歌手无距离吗？很轻松，对，哪有开车很危险？我开车我那车难开啊，对啊，对啊，我还是你呐，你拢要家己来啊，对，你计较啊，对不？哎，一样都计做，你也知无？你然后即摆拢爱装弱势，什么都不会，是是是，哎，什么都不会，大家就会帮忙啊，是是，所以我那跳。好好好，免想健康。好，啊，即马赶快要过小林，继续个安排。啊，要上班，长裙蝴蝶姑娘。好，希望今日都来黄玉玲，赶快是咱非常好听，咱的东洋歌剧所改编的台语歌剧《长裙蝴蝶姑娘》。嘿，好不容易他就爱你的梦到好人的心流好阮想起心走来的左归山又来又又去秋秋山哎呦喂秋秋山啦啦啦啦啦三回那回是心爱的路过来，三弟非常好听，欢迎两位来去老公家。我和三弟老舅舅啥，长裙蝴蝶姑娘，南风吹来的流快乐，一点一滴心在风高暖在山顶。Cheers.
样对起呀，啾啾声，啾啾声，挥挥我手的快乐与笑意，总是等我等来时，秋白的浪漫诗，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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